各位同学，请坐坐，后面就要开始上课啊！各位同学，请坐坐，后面就要开始上课啊！各位同学，我今麦开始上课啊，请各位同学请起立。起立，请坐。大家较早，真辛苦吼、哦。阮原来是安尼，甲各位同款伫下底吼，原来坐三工的吼。我自我介绍啦吼。我新德州的州长，我姓叶。我今日吼安排这个课程吼，我拄好分一寡传单给各位吼。我希望讲吼，因为我上这个课，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吼，要希望讲各位你上这个点外钟的时间，我甲这段时间对昨、甲昨日、甲今日结业。内底一寡法律的物件，用足简单的物件，我甲整理出来。啊，我希望各位，你小做一个笔记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笔记对你足重要。咱毕业以后，你在座的各位，你拢是足悬高阶层的行政人员，你的法律若无了解，就算毕业以后，予你任何的职务，可能。乡镇市长，这都已经真低阶层的职务啊！吼，你莫法律无清楚，连个搁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这两个搁夹做伙吼，有可能你三个月就落台啊啦！因为这物件足重要，啊，你若无时间读书，上无甲我甲你讲的遮简单的资料第一先去，因为我给你的资料拢敢若钱，啊无就相片。因为一定要让各位头壳内底、自底底遐个物件，一定要先清除淡掉。今日我拄仔伫车顶来个时阵，讲陈局去访问天津啊，吼、哦，高雄市个市长陈局走去访问中国，即马天津市个市长好参详啦吼，非得即台湾个骗局吼。时间一久吼，大家拢看出来啊！念个谢长廷，念个陈菊，啊，这两人物，以早偌济人登票登予伊，啊，这咱卖讲，因为迄愈讲吼，愈气啦。因为咱自咱相信各位拢甲我共款，自咱知影民政府以后，迄气个拢无去啊。因为咱知影未来足水个，啊，但是你爱读书。你才看会到讲未来足水诶，啊！但是要叫你读书读一本册遮尔厚，读一遍阁读无，阁有其他诶代志，甲你烦。所以我拜托各位，我用诶即个物件是经过一年来一直调整，一直调整，上好用诶物件我互你。为虾米？因为我对零、甲50分、甲60分，我可能行一年。我希望我把这个60分的物件给你，你上无经过一礼拜、两礼拜，你学习、你了解、你会晓讲，会晓把这个物件放在你的头壳内底，讲给你的亲戚朋友听，你一声就跳到40分、45分，你免参像我用一年的时间安尼，母到即阵可能才55分啊尔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我即马还佮你进步，所以我每一期。诶，课内底我拢会加加减减，搁藏一寡新诶物件。啊，因为吼，莫讲伤侪，我可能讲较紧诶。啊，各位你若是讲有心，你当去搁想要继续，甲我讲诶物件搁听一遍。你调网络迄个直播诶，迄随时拢搁看会着，吼、哦。安尼我讲较紧诶吼。
我用这个主题吼，主要的原因，我以前拄啊开始用叫做区域宣传，就是讲，咱对无甲有一间办公室开以后，甚至无开，咱要哪去做宣传？但是后来一直演变，资料愈来愈多，所以我该用一个较简单的故事。我虽然你讲故事，安那叫做人才做老爸，但是内底讲的物件拢发你，每一张图拢发你，啊，足简单呢。你就算讲真正拢对今日进程，拢对民政府拢无了解，对即马开始我讲的物件，你甲记好清楚。内底发你，就是咱迄规本书内底主要的内容内底。所以各位拜托，来咱看吼，这个物件吼，我问各位吼，简单啦吼，即届洪仲秋唔是你开刀，迄、那个题目我唔知各位吼对即个题目有啥物看法啦？公民一九八五行动联名，歹势我问者，听台语听无的人，敢会使举手一下？好，安尼我再佫补一挂中文。啊，讲中文会使袂？会啦吼，我中文台语安尼参咪讲啦吼。公民一九八五行动联盟，我问各位吼，你认为你是公民的人举手？免客气啦，因为你认为你是。住伫即块土地，我莫讲中华民国，住伫即块土地，你是公民的人，请举手。啊，唔是公民的人，请你举手。我哪有人唔是吼？什么是公民吼？我摕给你看啊。这张叫做绿卡，吼、哦，这绿卡叫做居留证，居留证，这张叫做居留证。这张你美国未当投票，免做兵。啊，恁摕啥物物件？恁当时有摕公民证？你敢若摕中华民国迄张身份证、国民身份证啊？你嘛，敢毋是？你敢若摕这张嘛？我问你啦，这两张同款的。既然你是摕顶头这张国民身份证，伫台湾这个土地，他有公民。有公民才有法度去领护照，这张绿卡是无法度去领护照的。伊嘛免投票，人袂当投票，伊嘛免做兵，啊奇怪！啊，伫台湾这个所在，大家拢讲公民，啊，恁摕这张敢公民？既然唔是公民，恁来去投总统，恁来去投县市长，恁来去投立法委员，唔对的啊！所以伫2009年美国。甲咱判决，咱迄个判决内底五项内底其中一项，目前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合，这就是政治联合。你摕居留证、摕绿卡去当奥巴马，迄是不对的。所以吼、哦，各位，你住这家，我用这个议题甲各位讲，台湾是无公民的哈。啊，你也讲奇怪，啊，中华民国来台湾。伊太不爱发行公民卡，因为我甲你讲吼，流氓政府若要发行公民卡，爱登去伊个领土，台湾唔是伊个领土，流氓政府袂当发行公民卡，所以台湾人呐，台湾这个土地顶头哪有带公民？无呢，吼、哦，清楚啊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公民这个物件爱注意，所以公民投票，我问你是要哪投票？台湾这个土地都无公民，你要哪投票？所以美国才替咱去做这张身份证，这张身份证 TW 就是公民，因为你要成立一个政府，啊，你无人民，你要哪成立政府？所以这张爱拼41万张，吼、哦，来后一张。我为着洪仲秋的代志，我一天突然去想到，我去调讲中华民国的兵役法内底到底是讲什么物件，我真正嘛是笑。真正好笑！你甲看吼、哦，伊的第一章第一条，中华民国男子啊，伊不爱甲你写国民，也不爱写甲你公民，伊甲你写男子。你看，这中华民国伊的基础是这么薄弱，甲你写男子。瑞士的兵役法内底，瑞士公民，好无？啊，人的做兵的条件，你是公民，我才叫你做兵嘛。啊，这个物件你都唔捌看过，你所有媒体、所有教科书、所有中华民国的法律，
拢甲你讲一寡只有诶无？为着即个男子，伊诶兵役法内底爱解释，即个男子看爱加解释看几章啦、几条啦。所以讲一项白贼，可能爱用二十个、三十个、一百个诶谎话去甲解释。啊，你著足简单，像参像即个先进诶国家，伊著瑞士公民安尼两字，迄公民大家拢知影啥物意思啊嘛？哦，所以即个公民即个物件，咱爱清楚。啊，无真正人吼，连讲吼，电视佫甲你安尼乌白讲，你佫乌白听，啊，你佫毋知影啥物物件。啊，即、這个物件是伫两礼拜前的礼拜日啦。因为阮拄仔有去讨论着讲，咱即马社会上的议题，咱民政府爱去参与。所以迄天，我有参咱三个同心去甲洪仲秋因老母去甲讲咱民政府咱的立场。甲未来咱要做啥物物件，但是我有甲强调，咱即阵咱人数还无够，咱还袂摕到证券，现主席咱无法度甲主持公道，希望伊有时间会当了解咱的过去、甲现在以及未来。你若看完咱的资料以后，伊若有信心，伊来加入咱，伊来办咱的身份证，等咱摕到证券，咱会行伊的公道。但是我嘛甲强调一点。这个顶顶礼拜日去的，过来迄个礼拜，因囝出山嘛。我还未出山的时候，我就甲讲，我讲你中华民国是无可能予你公道，了不起赔你钱啊，尔，伊是无可能予你公道。你若有一天要行你的囝公道，都爱民政府起来。我呢头到尾走个大概差讲超十外分，啊，我就离开啊，外口全记者。所以我感觉吼，台湾这记者足足低落的啦，无代无志，四个穿乌西装，徛伫因记者会，迄、那个因洪仲秋，因阿姐，还是因小妹，然后戴口罩这位小姐，咱徛伫个后边安尼行过，啊，七八支迄个摄影机伫头前，啊，阮对后边安尼行过哦，竟然讲无人对阮有兴趣，等到我甲因老母讲煞。进前差不多十分钟，因这个阿姐有入来坐迄边啊听，敢若一个《自由时报》的人入来翕相，剩的遐个记者摕摄影机的，竟然也有拆落来啊，也有伫遐食薰啊，迄叫做吼台湾人做代志吼，太安尼呢，有做就好啊啦。我这个直播车开到遐，因阿姐讲话我有翕到，我今日交差啊，我回家。啊，遮重要的物件，咱去找，讲甲咱讲叫做啥？叫做亲友啦，讲叫做亲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无要紧。上无，咱予咱的同心知影这件代志，咱民政府，咱有去甲关心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上报纸，啊，这个代志，咱有甲表态，伊那是会当认同，伊就爱家己来找咱，因为咱去找伊，其实。甲在座的各位同款，我相信阁有一部分的人知影台湾民政府以后，嘛是伫厝的思考，啊到底是真呢，还是假，还是会去用骗去，拢同款。所以因这个阶段上，我会记得昨啊昨日，因阿姐敢那有阁对媒体阁讲，中华民国吼，应该是安尼敷衍就过去了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吼、哦、这个，来，你即马手头这个物件吼。就是咱秘书长有写一个文章，叫做《天皇的主权》，天皇主权。我用这么简单的物件，把那篇的文章，我把变作图片。各位，你摕到这张，你就有法度解说台湾人即马到底什么身份？台湾地位未定，就是在讲这个东西。因为当时日本天皇投降的时阵，无解说清楚，无交代清楚台湾的地位。台湾的地位未定，就是你讲这個。其实，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拢是日本大日本国的臣民，咱是日本台湾人。啊，要哪证明你是日本台湾人？先爱知影讲你到底你亲生的老爸是虾米人，咱才有法度去了解讲中华民国是咱的养父养父啦，吼。才有法度证明讲。咱是，咱唔是，咱无介有血缘的关系。
安尼，你知影这个主题叫做“人才做老爸”，你才会清楚。我先甲各位讲个清楚，讲个清楚，你手头迄个资料我拢互你啊。你啊看吼，日本天皇摕到台湾这个土地以后，伊根据万国公法，伫台湾这个所在拄好摕到的时阵，1895年马关条约的时阵摕到台湾，其实正手边中央山脉右侧这边高山族的，就是迄出电影叫做《赛德克巴莱》。就是这个你讲这个故事，日本天皇用10年的时间，把台湾这块土地全部拢征服啊！征服以后，台湾这个主权就伫日本天皇的手头建立完成。建立完成以后，伊搁伫1937年伫台湾这个所在实施皇民化，什么意思？我解释足简单，我拄仔毋着摕绿卡，我去美国要去摕绿卡，第一我当然爱开始啦钱。要证明你台湾有钱，去遐才袂造成因的负担嘛。然后我开始啊，伫遐读英语，读一年也好，读两年也好，也是本来你伫台湾，你就会晓讲英语啊，也会晓写英语啊。你伫美国的时阵，你会晓写英语，你的本来中文的名改做英文的名，直接翻译。考试考完以后，你举手，你去宣誓，我要对今日开始，我要做美国人。迄、那个过程，甲咱即马即个皇民化的即个过程同款。台湾即个所在主地是讲中文。我今日即个土地，我是伫大清帝国大皇帝手头摕到即个土地，我会经过即个过程，皇民化的即个过程，和即个土地顶头的人会晓讲日文，会晓写日文，会晓用日文做姓名。安尼，迄一天经过一段时间，有比例。只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，伊就会当宣布这块土地是我的领土。这是根据万国公法的这个法律安尼形成的。所以你也看，伫1945年4月7日以后，天皇日本天皇诏书实施大日本国宪法伫全台湾。这个时间点，还佫有一个国家嘛是同时间实施朝鲜呐，韩国的迄个朝鲜呐，佮台湾同款时间。我顺手讲一个道理，予各位听吼。昨咱的法务部长曾静元有讲一件代志，我伫厝的我有听。伊伫讲波多黎各的代志，我即摆甲各位讲吼。波多黎各伫1898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伊是甲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美国摕到即块波多黎各即块殖民地啊，迄叫做殖民地。迄个时阵，甲即阵百几年拢用美金哦。因迄阵，伊是小镇战败，咱用迄个例甲台湾来做比较就好。迄个时阵，波多黎各摕去予美国军事占领以后，伊是美国的殖民地。伫迄个时阵开始，都已经使用美金用甲即阵。你啊看。伊是殖民地哦，伊还阁毋是领土，伊还毋是国土。你啊看当时的日本天皇哦，这个所在有一张纸，恁的手头拢有，叫做台湾银行券。你既然是日本的土地，那也叫做台湾银行，你哪会不爱用日本的中央银行？因为你是殖民地，所以你袂当甲本国用同款的钱。但是呢，伫1945年4月7日以后。日本宪法实施伫台湾全岛，所以那个时间点开始有4个半月的时间，有4个半月。拄啊，日本天皇8月15日投降，进前4个半月，这张钱伫台湾用4个半月开始用这张日本银行，才有当一个台湾银行有无？恁手头足细粒的，无要紧，你注意看，这个所在有当一个细粒银啊，台湾银行。我相信各位你毋捌看过这张钱。这张钱就是证明台湾伫战败进前4个半月，都伫台湾这块土地实施大日本国的宪法。对迄阵开始，台湾人是正正杠杠，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。所以，咱的台湾的地位未定，对这些钱你都唔捌看过啦。这些钱那是你若捌看过吼，伊都唔敢讲台湾地位未定啊。因为这个历史吼，硬甲你砍60多年啊，你唔知。你即马有人除了伫遮，伫别位捌看过这张钱的无？
有个人小举手好吧？就是日本银行顶头当大银行，因为这张钱当时用四个半月啊呢，迄阵咧修正，所以有用到这张钱的人，有看过的人足少。干那这张钱就会当证明你是日本人，但是咱即马讲的日本人唔是即马日本人，咱讲的是搁较早68年前迄阵的日本人。即马日本人甲68年前的日本人是无同的，伊的宪法是无同的。好，你即马已经证明讲你是日本人啊，我即马要来讲是安怎你来变做中国人？伊到底用什么手法甲你骗？来。这个钱哦，拄啊放大较大张的哦。伫台湾18年的总统拢用这个台湾银行券，前18任，最后那一任19任，都是都无用这张钱啊。迄阵台湾的地书是受日本的首相，本国的日本的首相官的管，所以伫迄天的4月7日伊开始，都用这张啊，这张较大张。哦，这个所在有我拄好讲，因也有当台湾银行，这个所在是日本银行，有无？这粒银的因啊有无？这粒银的因啊，你即马手头若有日币的，你甲摕来对看嘛？有看甲伊相像啊无？即马、哦，你即马若有日币的吼，你摕迄个银的，伊摕迄个即马的钱，你甲对看嘛？来，我即马开始讲日本台湾人的国籍是安怎去用改变。因为你已经知影你的亲生老爸啊嘛，啊，但是即卖的这个百外岁这个阿爸吼，伊就已经不爱甲你讲啊，伊要甲你讲，伊就讲伊安尼嘴喘，伊可能一教也袂讲啊，可能干那剩会喘气啊尔，所以你要甲问，我嘛无气来甲你讲，但是吼，伊唔甲咱讲，咱知影咱的阿爸，咱就开始要来验 DNA 啊嘛，你无爱足简单嘞，我想办法就。叫伊去身体检查，抽一下血，我抽一下血去检查，就知是啊，毋是啊。啊，所以我即马甲你讲，伊安怎甲你骗？因为台湾人就是去领这张身份证开始啊，所以可能拢因为你去领这张。当时你若卖去甲领，迄阵咱美国替咱分这张吼，咱就无这个可能啊，吼。所以因为你去领伊的国民身份证，原因开始来。当时。接受日本天皇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时间点投降，日本天皇投降的迄个时间点，这是中华路台北市中华路迄、那个中山堂，伊则叫做光辉堂。伊内底你接受投降的时阵吼，有四个国家：英国、这个中华民国、美国、苏联。遮内底拢外国人啊，遮内底人保证看无中文啊。内底接受投降，典礼继续进行。但是外口的排便，外口的排便，甲你开始出卡手啊！来，你看，这都没夹啊！你若无甲你解说，你敢若看到这张图，讲这是这复古、这古早老的相片。我甲你讲吼，这有一支美国的国旗，这嘛一支，这两支拢美国的国旗哦。这个所在甲你骗，这是接受投降。咱会堂的内底是写室内甲你写接受投降，室外甲你骗讲台湾光复。这甲你变一个叫做中国战区，吼、哦，这本来是太平洋战区啊，伊甲你改变做中国战区。啊，我等下吼、哦，我恁会使回去吼、哦、去做一件足爽快的代志啊。你专工去找遐老啊，你干那摕我即马互你这张单吼、哦，伊就嘴开开，保证的，因为我已经试太侪摆啊。老啊吼，你讲啥物物件，伊拢足好讲，你绝对讲输伊。但是你若摕这两张相片，甲堵落吼，我甲你保证，一定走互你入。但是哦，卖遐急啦，你也看情形，莫去用迄乌白骂，迄真傲骂。你也看吼、哦，来，这个所在写台湾光复，纪念台湾光复，就甲波多黎各同款意思嘛。同款，我阁讲一届吼，因为我这个部分我爱讲互清楚。一个你爱想象吼，你想象头脑头去想象。波多黎各是美国甲西班牙战争摕到的一个殖民地。台湾迄阵那是殖民地，你唔走叫做光复，啊无就侵略啊。所以伊甲咱讲的历史，台湾当时是对日本天皇手头自底挂号的殖民地，佮甲摕倒转来安尼啊。但是咱拄啊已经讲清楚啊，你和我是殖民地，
我行李是我的领土，不同啊。我伫你的手头摕到是殖民地，但是我阁予你摕倒转去，我已经是国土啊，我已经是领土啊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，所以拿不回去。那是安尼讲吼，咱当时的台湾的地位甲波多黎各是相像的嘛，因为伊甲你骗讲共和制嘛，伊毋是占领啊，伊甲你讲共和制啦，共和制就是收复国土嘛。自地的荷兰的物件，我摕倒转来，毋知叫做光复。但是伊阁甲你偷一步，这个所在明明是太平洋战区，伊甲你写中国战区。啊，这问题出伫倒吼？我等下来回阁加讲一解吼。因为拄仔开始你讲的是毋知影讲美国伫遮，愈讲愈讲哇，美国伫遮。来，我报各位看，这个所在是太平洋战区，这是台湾单一哦。中国战区，中国战区就是。这个秋海棠迄个所在叫做中国嘛，台湾一粒仔囝嘛，伊竟然历史甲咱改变，讲台湾甲伊合作伙，啊，既然合作伙当时投降的时阵，都何应钦接受中国战区投降就好啊。为什么才阁一个单一？来，我调转你，互你看吼，来看清楚，恁呢？这叫做中国战区嘛，伊甲咱故事，就甲你讲吼，讲一届白贼，伊就爱讲几摆来圆谎。说一次谎话，伊唔知要编多少次的话来圆这个谎。因编哦，编个嘛是伤离谱。既然你这个所在叫做中国战区，你接受投降的时阵，这边应该不存在嘛？都干那一张相片就好啊，是那两张相片。老欧啊，呐看到这两张相片，你甲小甲解说一下吼，伊一定走乎你力，因为伊唔敢去讲落啊。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国战区啦，是太平洋战区。美国委托蒋介石元帅来台湾替美国占领，而且叫做军事占领。哈、哦，安尼有清楚哈、哦？好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照你讲吼，我阁留一遍啊吼，大家印象加足深。你也看吼，这彩色的相片，这就是中山堂的外口。你也看。这嘛美国的国旗有无？这有一支美国的国旗。这马英九、郝龙斌的国父纪念馆，这嘛一支美国国旗。这2013年、2012九三军人节有无庆祝百年？这嘛美国国旗。蔡英文今日今日早起嘛，佮你讲话啊，佮咩国事论坛？啊，实在吼，台湾人来安尼，伊佮你庆祝光复节。这光复节这个物件，就是咱认识做老爸的开始。伊咧甲你改变所有的历史，往遮咧甲你骗。来看后一张，来钱来啊吼，恁顶头有啦吼。但是这张钱我若互你，我若无解释，你以为是古早钱？我讲一个笑话互你听吼。伫阮咧宣传咧分传单的过程，安那分人拢歹摕，尤其阮迄楼卡的警卫啊拢歹摕。安那互伊就歹摕。有一天我这张单摕互伊。就是恁即马摕到迄张单，我摕回去时，第二天啊，第三天我到警队迄个警卫啊柜台，伊竟然把咱迄张钱夹伫伊迄个玻璃下底啊！你知无？表示一件代志，迄外省的，伊认为迄是古早钱有纪念性啊，但是伊唔知我要讲啥物故事啊。到即阵，迄张钱还佫夹伫迄个玻璃下底，我有去遐检查啦，但是伊唔知，所以吼，我感觉即个钱吼，足好用的。你著分落外省，伊嘛甲你摕，但是伊又毋知你讲啥。来，我讲互你听吼，这是中华民国35年的钱啊，用伫台湾。伊用伫台湾有一个背景，你也知影吼。民国35年，蒋介石代替盟军来接受台湾，那个时候是34年。第二年这一张钱。我早绝对是34年就有钱啦，34年绝对有钱啦。但是我找无34年，我只有用35年。表示讲，他接受占领之后，在台湾用的钱是用台湾银行。你会记得咱以前吼，伊为着要甲你塑造讲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，伊嘛继续用这个，这拢有足侪阴谋在里面。台湾银行，这是美国人替伊印的。因为伊阵走路来台湾啊，伊是替美国来台湾军事占领。拄仔我讲的波多黎各咯，既然你甲我编故事，甲我讲你收复台湾、光复台湾，把失去的国土又收回来，安尼你也甲波多黎各同款啊？
你伫台湾这块土地爱用中国的钱啊，你才会继续用台湾。因为台湾的地位未定论，因足清楚台湾的主权，啊，佫是日本天皇的，只是袂甲你讲，安尼安尼，甲这个历史砍掉，砍掉以后，所有历史啊，台湾地位未定，台湾地位伫甲你讲未定，伊就唔甲你讲甚物原因啦，伊甲你讲唔对，但是袂甲你讲对的。所以你也看，这是35年的钱哦、喔，伊会甲你讲，啊，阮中国迄阵较善啊，阮就无钱啊，因为咱的头壳的印象哦，包括我。拢知影讲，以前有迄个梁阿银，以前有袁大头，咱敢知影呢啊？我嘛不知影中国有钱啊，但是这种物件拄啊好啊，互我查到。你各位，你若要看中国的钱吼，你回家吼，甲拍官网，甲拍中华民国纸币纸纸票啦，中华民国纸币一堆的钱在遮来。这是中华民国26年啊，恁的传单顶头拢有写。我问各位。你若是甲我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，你收复国土，你光复台湾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，为什么68年前这张钱你都不爱摕来台湾用？你甲讲安尼吼，同款的迄老阿走啊，伊嘛第一伊唔捌，第二咱讲出来物件是足好的物件，你无法度甲我反驳，因为这钱也毋是我印的啊，嘛毋是我咧改变历史啊。是你甲阮改变历史，唔是阮改变历史。所以你也看，这两张钱就会当证明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当时蒋介石来替美国来占领台湾的时阵，伊足清楚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甲你模糊，甲你讲台湾地位未定，为着伊要继续带你台湾安尼安尼。所以一直骗，这60多年一直骗。我早起搁听到。听到新闻讲什么九班饲九班的人搁掺油啊，这真夭壽的代志。我合理的推论啦吼，中华民国来台湾叫做军事占领，占领到一个程度，这个地区的人，这个地区的这个所在，会当维持和平，军事占领一定要走。所以这一连串吼，足侪物件，白色恐怖这些物件，包括白色恐怖以后。当然，即马即个社会无过迄个白色恐怖啊嘛，问题甲你制造台湾即个社会恐慌啦，啥物毒淀粉完了啊？毒淀粉敢有处理？无，即马搁一个石斑，我甲你保证，石斑嘛未有结论啦，都互你台湾即个社会人啊，逐天人心惶惶安尼啊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你主底是你制造不和平，即马是你制造恐慌，啊，大家拢呾死啊死啊，呾变哪只？啊！你哪会不爱对源头？你用毒淀粉来抓来，甲枪杀一个啊！你都无人敢做啊嘛！这这简单，我相信各位拢会晓。啊，哪会不爱去做？就是制造不和平以后，为着要继续台湾军事占领，过来刷的，就是制造恐慌，互你甲中国去统一，甲统一就无恐慌啊啦！来，这个较这个较来，我请教各位吼，我已经讲拄啊钱的故事啊吼。你有人有法度甲解说这个县马祖地区专用的意思无？那有先举手啦，讲你看你有法度解说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顶头台湾银行民国43年这张钱，你台湾我相信真侪人看过。为什么你金门甲马祖才都爱转因啊？好来，请。对。我啊，各位吼，43年，伊是中华民国规个中央政府刷来台湾啊嘛。你若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，你中央政府刷来台湾啊，我中央政府规个刷来台湾，你阵43年、38年以后，你照你讲，这已经改做中央银行啊，对不？那照伊安尼讲，收复国土，这台湾这个土地是我的国土。我中华民国规个刷来台湾啊，43年啊，已经过5年啊嘛。照你讲，43年这顶头爱用中央银行，无应该继续用台湾银行啊。同款迄个道理，流亡政府，你爱返去你家己的领土，你才有法度印钱，你才会使发行你家己用的钱币。因为伊是流亡政府，所以袂当印钱。伊怎啊摕台湾这个所在美国替印的这张钱，伫伊的金门干嘛做？你若有朋友带你金门干嘛做？伊若是要去美国签证，伊顶头也写中国，写中国，
所以金门跟马祖确实是中华民国的国土，它的领土，但是它是流亡政府，它也不能在台湾印钱嘛，所以只能拿台湾的这个钱用网版印刷把它限马祖专用。全世界没有看到这么不要脸的，就是讲一张纸套，迄个字甲这个图案拢相差啦，有无？啊，这张纸你摕到，你嘛唔知啥物物件，今日若无安尼解说给你听，你来知影这张纸是啥。所以，既然你唔知，连遐个中国心的，遐个咱讲的外省的第二代也好，第一代也好，伊拢唔知人安那你甲骗。你摕这个物件好看，伊敢那选择讲好好，你讲的有道理，我回去了。我嘛伫陆地迄个中立的迄个陆光、陆光新村啊，是陆光村啊，迄嘛拢眷村啊。我嘛伫遐办说明会，我嘛安尼讲啊。我若无去，人安怎？来，我讲这个故事，讲互你听吼。这个故事每一个人爱知影，每一个人会晓讲。啊，这拢故事啊，尔。咱伫三月十三，咱伫这个所在有办一个日台精英，日本带十三名的大学生，甲四个。中介来咱家上课，上完三天，伫第四天要离开的时阵，伫咱楼卡迄个圆桌开一个座谈会。座谈会开的时阵，这个人是日叫做大川先生哈，伊是日本自卫队做28年退休，伊来台湾超过10次。伊认为即卖台湾人甲即卖日本人真尊敬李登辉，而且即卖台湾人。要求是维持现状。为什么你台湾民政府要把中华民国规个整个铲除掉？他这样问，这种问法真问甲真咸啊啦！吼，你看迄阵伊问的时阵，迄个面色吼是安尼啦，都真严肃的去问这个问题。咱的秘书长用超10多分钟甲解说，伊讲。这60多年来，本土台湾人跟他要求两件代志，两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公平，第二个是正义。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不到这两件事。而且上个礼拜，美国告诉我们一个机密：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都被中华民国做了记号。您在座各位知影身份证去用做记号的人无？知影无？拢知唔知人举手？啊，佫唔知。来，咱嘛当时嘛摕这张身份证，你的身份证后壁变过来，等于家己检查啦，然后查，伫这个恁的这边右上角，才有一排幼幼的字。遐爱摕放大镜才看有诶。在座的遐日本人看到嘛，感觉真奇怪，真惊吓。伊讲，咱秘书长开始讲啊吼，伊讲恁日本人。阿免啥物欢喜，恁的苦难甲阮同款啊！尔，当然，伊无法度接受啊！日本是啥物所、啥物国家？加入联合国个呢？伊个经济是遮尼好个啊，是哪甲咱同款？秘书长安尼讲，伊讲当时日本天皇个投降个时阵，联军啊，惊当时个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，怎甲当时个大日本帝国甲四分五裂？北方四岛叫苏联占领，这个奥克纳瓦叫联合国托管，岛边的主岛韩国顶头迄七粒小岛，人民博物登岛迄个叫韩国人占领，南边的台湾叫蒋介石来占领，日本本岛联军亲身占领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，关键伫这个所在。当时开始占领的时阵，美国伫即卖日本藏100万的韩国人，迄叫做左派；伫台湾藏200万的中国人，这100万甲200万，掌控这两个地区的权力甲伊的政治，喂，伊的政治甲经济的核心。这个日本人，中将的日本人听到这段话吼，迄心情是偌？规拢开去啊！因为这60多年的迄个秘密啊，美国伫台湾、日本、琉球的政治主导，伊终于知影伊的后壁迄个庄稼人是安怎咧操作日本。所以这个大门已经开去啊！
伫顶一届，我阁阿袂甲后来这张相片吼，各位看，因为我知影有这张相片，因为我咧翕。我这礼拜我有闲，我再甲找出来。你甲看伊后一张相片来，伊知影答案了是笑甲这落款，哈，有啊无？你看一个日本自卫队中将，伊知影这个故事，虽然安尼几分钟，但是这是美角啊。伊知影这个历史的这个骗局。甲咱台湾人同款，你以前唔知影这个代志，我走去美国，我移民去美国，但是当当我知影，我阁收回来啊，我阁去加拿大，我阁去美国，我有加拿大的身份，我有美国的身份，但是即马确定加拿大已经放弃啊，吼、哦，因为我认为讲咱家己有国家吼，迄拢唔是咱们当初要去的目的。来看后一个，这个物件吼。我甲各位分享一个国际战争法。什么是国际战争法？就是伫1830年拿破仑时代，全世界只要国甲国休战以后所走的流程，拢无一个地区，无一个例外。首先，我甲各位讲吼，拄啊开始伊拉克甲美国休战，因为这上近的战争，各位较清楚。拄啊开始两国休战。美国阵营伫伊拉克成立军事政府，成立以后开始军事占领，然后为着要保护当地的人民，国家甲国家休战是安尼，这个国家甲这个国家休战，这边的这个国家战败以后，迄个政府摕弹条，战胜这个国家爱替这个人民爱成立人民政府，所以你也看，伊为着要保护当地人的生活。所以成立伊拉克民政府，这个民政府成立以后，因有因的国徽、国民、国歌，因有因的宪法。这个地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维持和平，所有的人民会当遵守这个法律。战胜国美国，你就爱和伊拉克民政府签订合约。签订完合约以后，美国爱撤军。所以无几年前，美国对伊拉克撤军嘛，原因就是人安尼对这个所在走到遮，走七年八年啊。台湾到即阵还佫伫遮呢，美国军事政府还袂正式入来了，安尼68年去用白白算掉去啦。原因就是伫台湾这个土地顶头无台湾人啦，原因就安尼啊尔。讲简单，但是故事吼讲三讲三昧讲袂完。所以你也看哦，台湾民政府成立，咱是成立，但是美国这个乱去啊啦！台湾民政府成立，但是美国还袂正式入来占领，啊，这有乱啊啦！但是你来看顶头遮吼，我拄啊有甲各位讲吼，因为台湾的苦难就是去共领这张身份证。本来哦，那伊拉克的模式吼，就是讲一个台湾两个政府。战争结束以后，本来就没有交集，就是军事统治，甲这个内政啊，这两个本来就是没有交集啊。下底这个所在是本土台湾人组成的，顶头这个所在是美国军事政府委托的中华民国组成的。啊，为什么咱那会去管？咱那会去做兵？原因就伫倒，你知无？你也看吼，拄啊开始人民政府迄阵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迄阵单一嘛，后来改名叫做台湾省政府，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规个煞来啊嘛，所以迄阵改名叫做台湾省政府。但是人民政府会记的，我拄啊讲的吼，人这个所在有淡薄啊爱理清楚的，就是讲人民政府是战败地区的人民嘛，但中华民国唔是战败区啊，伊是战胜国啊。所以，伊甲当时单于带1000名的公务人员去换这个台湾省政府。这个省政府内底的人，拢是爱本土台湾人，安尼唔才符合国际战争法。但是，伊甲你乌龙蛇刀啊！伊甲你摕李登辉，甲你邱畅焕，甲你找只林洋港去做省主席啊！吼、哦！啊，剩的遐高级的，拢外省的，拢中国人，安尼就不对啊！但是咱即卖先卖关系，伊嘛是符合战争法的原则哦。
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过来台湾省政府后来会县，伊拢符合战争法的原则，只是讲内底甲你偷唱白，你唔知啊尔。后来李登辉要甲台湾省政府要甲废省，美国无同意嘛，所以后来变动省。伫民政府这个部分，咱2009年咱过赢美国政府，所以奥巴马的总统伊就授权台湾，和咱直接甲这个接轨，咱就直接接轨啊。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已经伫台湾省政府的手头接到政权啊啦，因为甲即阵遐尼久啊，也无出来甲咱反对啊。台湾省政府即马都无人咧上班啊，伊要哪来反对？所以咱是政府啊，只是迄个政府甲你即马头壳想的迄个中华民国政府是无共的啊。咱的政府是负责民事的啦，民的啦，民政啦，民政。所以咱是正港，正港是政府哦。所以各位。即几天咱已经有一个车牌，我顺续讲一下吼。未来你若有去请车牌，昨昨日宜化东敢那花莲有人拄到甲警察的问题，就是讲伊家伊的车牌，咱即马迄个车牌规组扣掉，扣掉这个代志，我相信真侪人知。我即马甲教各位吼一个对话吼，一个对话。我阿无车牌的时阵，我就对话过啊。我简单讲一下吼，然后你未来若开这个车牌。然后警察甲你抓落，你阿公安尼讲吼，记起来吼，记起来哦，无后边出代志，恁家己负责啊。警察先生，拜托，你用你的无线电去问你的主管，美国军事政府发的车牌，你中华民国警察，你有法度管吗？拜托，即马问我伫遮等你。好，第一，这内底有两个重点。你也甲讲，咱这个车牌是美国军事政府发的。第二，你也甲讲，你爱问你的主管，因为即卖警察既然去执勤，迄个官阶拢足低啦，都很低啦，所以伊根本就唔知即个代志。伊若知影在即个代志哦，伊就走来上课啊，干毋是？哈，所以即卖甲你处第迄个警察，伊保证唔知台湾民政府，所以。会记的，你刚才讲到这两个重点，我讲一解。警察先生，我拜托你，你用你的无线电去问你的主管，美国军事政府发的车牌，你中华民国的警察，你有法度管吗？拜托你去问，我伫遮等你。万一搁一步，伊若要甲你拆，你只要安尼甲讲就好。我已经甲你讲清楚啊。后，你若要贴，后果你家己负责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伊若要甲你开单，你要开，伊一定问你的地址嘛。你甲报内湖吼，台北市内湖金湖路100号，迄个美国军事政府的所在，伊发的车牌，你开的遐得。哦，所有的对话拄啊三段吼，希望网络顶头有领车牌的人，我哪会知影？因为咱足清楚。这台车牌是美国军事政府给咱用的，吼、哦，会记的哈。啊，若袂记的吼，家去调我上课讲的大，啊，你着闹车牌迄一天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你也看吼、哦，因为当时你去领伊的身份证，所以你着爱回管，因为照标准美国爱替咱做，当时占领的时爱替咱做这张，无做，什么原因无做？我等下后一张吼，佮讲予你听。所以，因为你去领伊的身份证，所以你好管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为什么中华民国爱正常爱离开？我讲予你听吼，这种逻辑性思考，我无咧乌龙隧道哦，这种逻辑性的哦，你也看吼。拄啊开始，美国分配我拄啊讲的迄个故事哈，分配予中华民国，但是伊讲中华民国是蒋介石元帅来替美国来占领，但是伊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。改做代理占领，伊基于反共。伫台湾关系法成立，就是中美断交迄个时阵呐。伊嘛是代理，但是伊继续咧基于反共，但是无代无志，伊甲人签 A 克法。即几工新闻嘛，佮你讲 A 克法，讲牺牲台湾甚物会甚物会。其实我咧想吼，即可能我那美国咧下骹挑工叫伊签的啦。伊签代表一件代志。因为咱伫2009年，咱就过赢美国啊！伊要让中华民国离开，因这两个组织若无和谈，伊要哪离开？用 A 克法叫伊去签，
签签的以后吼，和谈啊嘛，和谈你会记得马英九要就职第二届要就职的时阵，伊要去签和平协议有无？迄阵蒋炳坤唔是去吗？媒体甲问话，马英九讲伊无叫伊去啊，你想敢有可能？伊阁是总统，阁是党主席，蒋炳坤遐好大敢去？伊一口否认我没有，因为伊若有，就代志大条啊！啊，所以你也看，一克华签落，美国，我问各位吼，既然签落，是虾米人去，有虾米人吃去？绝对马英九这个中华民国去有共产党吃去嘛？既然去有吃去，就抄古巴同款，去有共产党杀去啊！美国是经济主义的国家，伊无可能把伊的政权交予共产主义的人去掌管，所以美国家己要入啊。这个美国军事政府的所在，就是我拄啊甲各位讲啊，内湖金湖路100号，就是这个地址，吼、哦，伊的地址就伫遮啦。所以吼、哦，警察来甲你问讲地址，你会记得身躯吼、哦，中华民国迄个驾照，你哪有咱的人啊？中华民国的驾照，甲你的行照，你收好，你莫摕予伊啦。你摕中华民国的驾照，伊就甲你抄迄个资料啦，你就开咱这张就好啊。你著开咱这张驾照，著这张就是当作驾照。所以伊若要甲你开单，你莫主动阁甲讲阮家的地址啊。但是你顶头有挂拄啊开始半年，你有挂中华民国迄个车牌，伊有在查你的地址，要查你去查嘛。啊，我驾照就这张啦。吼、哦，啊你若要寄我的迄个收迄个红单的，你著甲我寄金湖路100号，金色的金，湖水的湖，金湖路100号。这张就是改变国籍的公文啦、啊，这张啊，就是你去领伊的身份证。我拄好有讲吼，我摕绿卡，我要变做公民，我要有根据这个万国公法，我要有我的程序啊。结果因为伊当时吼，我先来讲后壁，你搁较清楚啦。我讲这张吼，这张吼就是台湾的过去、现在甲未来。过去简单。看有啦吼，我相信小看一下看有啊啦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。伫这个所在拄啊中美断交啊，这个所在拄啊1978年12月31号，这个物件，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台湾人拢分袂清楚的。伊以为台湾关系法是咧保护台湾，对，无唔对，保护台湾人，台湾岛顶头的中国人。伊的台湾关系法内底写 People on Taiwan， 但是咱的旧金山和平条约讲的台湾人是 People of Taiwan， 一个 on 跟 off 天甲地，我讲互你听吼。我一个朋友伫差不多两个月前伫美国来找我，伊去慈济去受训，伊是伫美国做房屋中介，伊是香港人，伊移民去美国，即马摕美国的公民。我拄啊暗时啊，请伊食饭，我啊问一件代志。我讲 Selina， 什么叫做 People on Taiwan？ 你知伊安那甲我回答无？伊安尼讲，我就是 People on Taiwan。伊是观光客呢，伊是观光客啦，伊来台湾佚佗啊。伊讲伊叫做 on Taiwan。啊，我甲问讲啊，什么是 People of Taiwan？ 伊讲你就是啊，你在这边出生的啊，你爸爸妈妈也在这边出生的，所以吼天甲地啦。因为当时咱所有有600万的日本台湾人，一夕之间去有拄啊迄张公文，甲你改变国籍啊！所以伫台湾这个土地顶头看无日本台湾人，所以伊才敢甲这个物件放伫美国关系法内底。原因就是伫这个所在，因为当时有一个故事，我简单讲哈。我拄啊讲的北方四岛叫苏联占领，台湾蒋介石占领34年。当时苏联做一件动作，就是甲顶头的日本人用军舰万几人，甲载登去日本的本岛。伊按算讲，伊当时伫苏联，佮刷一挂中迄个苏联的人去带伫顶头，按算带久要变伊的。蒋介石嘛知影这件代志，叫联军吼，甲当时伫台湾顶头有600万的日本台湾人，甲载登去日本，视同无人岛。因中国若佫战败，伊才有法度规个移民来遮嘛，占据佫变伊个啊！迄阵就无台湾人啊嘛。联军也讲，我无遐尼济军舰通啊，甲你载这600万，所以伊怎啊用拄啊迄张行政命令啊？
安尼甲你全部迄六百万全部去领伊个国民身份证，都是因为你领伊个国民身份证吼，即啊，你再走去互管啦，无伊管你袂着啦。军事政府干那负责外交甲军事，伊占领嘛。内政的部分，你会记得当时省政府宋楚瑜的时阵，迄种权足大嘛？咱民政府吼，的权会比宋楚瑜搁较大。但是迄个外交甲军事，迄无咱的代志。勉强中华民国，伊嘛是干那顶头这个部分啊，尔。啊，因为你去领伊的身份证，伊是流氓政府，你台北市嘛，所以五都选举，我问各位啊，这么奇怪的代志，拢无人去想到，民进党也歹赢。高雄县变高雄市，台中县变台中市，独独哪会买台北县阁变台北市？因为迄原因就是流氓政府干咧带你台北市，袂当阁变大。原因遮简单，所以你也看中华民国的行政部门拢伫台北市，各位你去想看卖。但是伊的范围有伫各县市拢有开嘛？